好了，姐妹们，黏糊糊的麻酱火鸡面又来了，就是自己的火鸡面，然后放上麻酱，特别好吃。先搂个鸡蛋，看到了。太黏糊了，浇完了。这个面的口感特别好，而且里边都是这种大块的酱牛肉，香辣香辣的，真爽啊。来两个小鸡蛋，来口大葱，太好吃了。它不光是辣，还很香很香。
牛肉粒太多了。哎呀，这辣椒太辣太辣了。还有牛肉呢，这个辣椒是真挑战不了啊，它是魔鬼辣的。好，去吃上这一盘，太满足了。